而练美式足球一定要壮硕的男性才能打吗？那可不一定了，因为现在美国就兴起了这股内衣美式足球的风潮。您可以看到打球的都是身材健美的辣妹，而且她们只穿着小内衣就上场了。足球场上正打得激烈，不过仔细看看，在推挤厮杀的可都是穿着小裤裤的辣妹，虽然戴护具和头盔，还是掩不住好身材。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内衣广告哦，而是货真价实的美式足球比赛。为了不让男性专美于前，喜爱美式足球的女生们发起了内衣美式足球联盟，目前在全美国已经成立了八支球队。This is actually I think it's empowering women. What this brings to them is anotherarena for them to play in and compete at a professional level. 而足球联盟最近在堪萨斯等地陆续展开征才，吸引了不少热情辣妹踊跃参加。It's not just about these beauty queens walking around here in sports bras and spandex.既然是来真的，要入选也不容易，体力与热情是必要条件，身材当然更不能差，才能让自己打得过瘾，让观众看得更是喷火。中央新闻综合报道。